那么多香肠，很羞，等一下不要每一个都咬一口。这个是香肠，我要吃面面哦，阿健。你要吃香肠面。拿那个米奇尿尿屋的筷子。妈说你有这个米奇尿尿屋的筷子。什么？买的？是买跟老板买的啊。老板买的。跟宝贝老板买的。看太久了，不要看了。人家要吃，然后你还有问我，会不会很羞啊？你讲啊，喷了，太羞了。还有这个鱼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一要吃鱼，还要吃菜菜。很好吃鱼。妈妈，我要拿鱼了。我要吃鱼，喂鱼。人家吃呢，你还有问我？超好吃的香肠，好好吃的鱼，好好吃的蛤饺，我会关好好吃饭，巧虎系列吗？那等下来卖亏了。